茉莉今天要分享的是 LINE 的头贴及主页的变更。首先点选进入 LINE 及主页，在我们的主页的左上方点选进入你的头贴，点选进入之后选择你要变更的照片。现在呢，先点选我的头贴的选择，选择照片之后会到后台选择一张你喜欢的相片，点选之后相片会出来，再来调整你适合的大小及位置。点选完成之后，我们的头贴就完成了哦。第二个要变更的是主页面的照片，主页面的照片点选进去之后，我们点入选择照片，选择照片呢，它会到后台你的照片栏里面，选择你喜欢的一张照片，选择好照片之后呢，它会让你浏览看看你喜不喜欢这张相片。那浏览后的相片呢，我们一样可以调整大小，那选择好我们的主页面就完成了哦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分享。